上钩，难怪我不懂。是上钩。准备了两斤虾，大概有一半是被这种土斑消耗去。有的实在是抢救无效，也只能带回来。Thank you.
阿伟的大戴帽连发，现在没有状况。此时电风扇又越开越大了。
今天这短浪摇起来真不舒服。应该是公斤级的家伙。此时风势转小，但流水变大了。也差不多该收拾返航了，收杆。港内正在进行的清淤工程。